这个冷气我做出来了，他的理由我知道哦。他走了刚刚五分钟，他那个刚刚走的啊，出去就好，出去啊。啊，休息啊哈，不要个五分钟，我们的冷库一定是哪里爬那个。好，第一点，我们的 gate 要进啊住，还有很多的进 gate 进不住，那么孔别车会坏掉，会响。好，我们摸这边，摸这边就好了，摸这边啊。嗯，哎，我们看有冷库，看嘛，有几多库，有几冷，看嘛。啊，有一车多 ，OK。好，做个冷气，哦，好，孔别车是原装 original， 啊 ，original 哦，清澈油不用进。还有很多人进清澈油了，这么都不需要的。然后它的油用什么油？我知道哦，不是用酒哈油啊，没有必要放跑调给它的皮革，我送它费。OK， 我们来看里面啊，日期到这边哦，好是我们做啊，不是拿机器底下个花器，不需要。还有很多人学不会学啊，只是会进步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啊，刚才他那个冷故事，一边冷一边不冷，什么理由啊？给你们慢慢去学。哦，我学了，我很高兴。哦，我们看了两边的温度，一定有那个这个很快，不用到五分钟看吗？十度都没有问题。啊，看吗？十度有二十度没有问题。我的冷库到这边哦，进口的冷库你们不要开到关，开到关都是十度一条，它几个库是到这边哦，这个可以调的。哦，要给它开到关。也是有那个，也是有十九股。等一下，我是那年纪兵的，没有，这个是指瘦身部。啊，你看看另外一边的温故，我刚刚有看了，这边刚好一边衰一边冷，然后几个固平，啊，没搁到这边，是吧？啊，是搁这边，还蛮一样。啊，天二关几个固，一下子我们关注。OK， 这种车有五年车了，它孔别车也忘记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它孔别车下。冷固 K 二关要会卸还有用啊，如果不卸，它孔别车只有先这个 mini 盘的啊，红身调小一点就是四个高了，然后它一定会卸到八固个，七固、八固、九固、六固是正常的，看吗？不讲没有，不要给人家骗。哦，那个稳固哦，巨量 K 二个这样子上去一点点哦，不要 K 二关。啊，这个是烧的啊！啊，你们学个会啊吗 ？OK， 然后那个温故要去抓出来。刚刚那个时候三十多固，为什么？啊，公司坏掉，它里面没有测过啦。那时候那个皮革我送他费。这种进口车没有这样好做，还有很多人学不会，看机器里烧个啊，不可能，老板。都有八固了哦，八固是正常的，二十固。二十三个没有问题啦。好，那个，好，这个我送他费个，啊，这个费个飞哥，啊，到这边，看个驾驶有没有运气啦啊。做孔别车进给车主费这个，看嘛，啊，亏两边都可以亏，没有分的啊。推进去 ，OK， 进了，看一下，有，很满意。